大埔白石角近年有多个新盘推出，益经济去年底推出临海的海日湾之后，最新推出海日湾二，相比单位总数667伙的海日湾一期，海日湾二规模更大，整个项目由12座大厦组成，提供1408个单位，户型由开放式到四房，另有多款特色单位。发展商开放了三个交楼标准的示范单位，现在看这个11座三楼C室，实用面积251方尺，属于开放式的间隔，单位将会连装修家私一并出售。虽然单位面积不大，可以说是一眼看完，但是示范单位亦都可以放下双人梳化、餐台、电视等。发展商利用可活动的屏风分隔寝区和生活区，有私隐度之余亦都不染空间感。单位其中一大特色是虽然面积细细，但是仍然设有传统式的厨房，是市场同类单位少见。厨房内设备齐全，切曲尺形的工作台方便处理食物，并有多个储物空间。单位近门口的位置设有浴室，采用趟门方便有悭位，旁边的全身镜方便户主出门之前整理而用。现在看这个单位就是7座三楼 B 室的交楼标准单位，实用面积1058方尺，属于三房一套连储物室的间隔。这种户型在项目之中占最多，一共有483伙。一进入单位是面积近300方尺的大厅，空间感十足，摆放大型家私和摆设相信就没什么难度了。转入走廊是两间细房，但是一点都不局促，面积约有80至到近100方尺。走廊尽头是主人套房，连同套厕，整间套房的面积大约有190方尺，随时比市场上的纳米楼更大。而另外这个示范单位是9座三楼 H 室，实用面积614方尺，属于两房一套连储物室的间隔。单位大厅、房间均方正实用，方便摆放家具。项目所有两房单位均采用传统式的厨房。海日湾二所在的白石角有多个楼盘先后推出，包括新地的云汇、嘉华的嘉熙、顺治的日隆湾八，未来推售的同区新盘就有英军的浪涛。